Check the time, it's 6:30. Watch the sunset bit by bit. Think about what we could do. A dinner date with candles lit. There is something I must confess. Can't be sure you will accept. But babe, won't you come with me and we can live our best? Boy, your smile's just a mile away. And without you, I won't be okay. Till the end of our time.以前常和周全带着嘟嘟来骑车，嘟嘟可真幸福啊。其实每个母亲都愿意陪孩子的，大成总肯定有他的苦衷。他那么对你还帮他说话，如果你是他，为了保护儿子，你也会撒谎吗？你到现在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程琳，我爱你。嗯，我也要。等一下。以后私底下就我开车，公务的时候你来开车。行，程助理。那程助理，我们要去干嘛呢？嗯，做饭。那我们就去买食材。确定你不是新东方烹饪学校毕业的吗？聪明的人呢，学什么都快；笨的人，生活能力几乎为零。你又来。那我问你，你会做什么菜啊？哦，我会做白米粥、小米粥、西红柿炒鸡蛋、西红柿鸡蛋汤，还有蛋炒饭5个。哦，你要感谢你前夫的抛弃之恩，才能捡到我这样的宝。是，那当然了。不过你要是不这么臭屁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哦。哎呀，哼哼。啊，嘘。
我是不是警告过你，令寻是我女朋友，送什么化妆品？是我没钱买吗？我开的就是化妆品公司啊。这是我送寻寻的英数礼盒，这是工作好吗？再说了，你们俩不是分手了吗？我们俩吵过架就想趁虚而入，还朋友呢。你信不信我把你开了？你要这样的话，我就跟你妈说你公司不分。你得了吧，我妈早就把你话给我了，她比我还开心，我把你开了。 这个还不如送我呢，拿走拿走，不错不错，我喜欢，谢啦。英叔用完之后，记得给我写个体验报告。 怎么样？吸收特别好。赶紧写下来，别光说。哎，对了，还没有我的来信吗？这都俩月了。哎，找找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写信啊？你不知道有种东西叫邮件吗？哎呀，你不懂。跟你说了也没有，文字跟纸张的心意，你这种人是不会明白的。嗯，请说。你这脑子天天都在想什么呢？一天就是亲亲爱爱的。 不能装点别的呀！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，有的感情比爱情更美好。知道了，你的加利福尼亚来信，干嘛藏起来啊？那不是为了看你失而复得的幸福感吗？谁写的？我的第一个粉丝，他现在在国外读书。女孩吗？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反正比你漂亮。 你下次别抹那么多粉啊，整得跟土墙上的腻子似的。这前一秒还读着偶像剧，后一秒就土味男孩了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我要跟我的粉丝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共度只属于我们二人的时间了。拜拜。 这回真和好了，不吵也不闹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就跟岳母见未来女婿似的。程丽，反正呢，只要你对寻寻好，我是没什么话说的。你们俩呢，就好好享受在一起幸福的感觉，嗯。 以后的事儿嘛，就水到渠成。哼，周全，谢谢你，你就是我的支柱。没啦？啊，就一句谢谢就完啦。哎，家财万贯，就没有点大礼送给我？哎，程丽，我听说你妈妈的公司最近在跟林氏打官司，遇到点问题哈。 说是要更换律师团队，换我去啊！周全，别什么事儿都扯上工作了。那不是想看看你们感谢我的诚意吗？怎么没有诚意了？那你看这一桌菜啊，都是他做的，够诚意了吧？嗯嗯，这不是外卖啊，不是什么五星大饭店定制的，不是，真的都是程丽亲自做的。 捡到宝了呀！哎，程总，你还缺后宫吗？我可以加入。跟周全说话啊，得懂得接梗，他就这张嘴。啊，吓死我了！后宫我就不需要了，不然皇后娘娘要吃醋了。嗯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更有诚意的感谢。啊？
跟霍一网说好了，工作局不可以带别人的。说好了你就放心吧，我就跟他说，介绍一个客户。可以可以，矜持一点干什么？啊，我是周全啊，矜持一点，矜持一点。哎，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定、啊，我怎么知道他真的会带人来啊？怎么，你们不欢迎我吗？哪里哪里，欢迎。我说了这是工作局，但是他心情不太好，想出来走走，说到时候自己来的。不打扰我们。我一看是你们，我就开心了。都是朋友，我们可以一起玩啊，对吧，一娃？嗯，对，对。一起玩，一起玩。一娃，我这个动作是不是不太标准啊？应该怎么挥杆啊？来，我教你。啊。把你手先夹紧，然后腿再打开一点。对，没错。这样，你像这样。我真想一竿子把他打走。哎呀，你消消气。这个莫云云不是快离婚了吗？心情不好。你呀、啊，别跟他计较。他看起来像心情不好吗？他战斗力都爆表了。嘘嘘嘘嘘嘘。看我的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喂，哎，来干嘛？哎，莫云云，跟我去个洗手间啊！哎，没事，走走，放下，走。那给这个 A B C 汉方纯棉卫生巾，五大汉方植物精粹，听说对生理期养护很好哦。太谢谢你了，你们这招也太损了吧！喂，你快来一下，霍一网受伤了。啊？走。嗯。这才十分钟不到，周全，你干嘛了？这么想方设法跟我独处，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说吧，我听着呢。表白的话要好好说。谁说我要跟你表白啊？而且就算是表白的话，不也应该是你们这些男人说吗？为什么这些话要让我说呢？周全，你就稍微服个软会怎么样？你看看人家莫云云，我知道你很烦她，但她真的知道怎么当个女人啊！明明自己会打高尔夫，就说哦我不会，要我教她，这会让男人很有成就感的。原来女士要成就感啊！啊，你内心都已经空虚到需要一个女人给你成就感啊？哦，那对不起，我不是那样的女人。哼，我就算不会打球呢，我也要自己吃杆的。我从来就不是靠别人的那种人。一般人都 hold 不住周大律师，计划失败。每一条街，每朵花都在变化，我们之间却丝毫不差。下辈子我和你老地方再见吧。如果那一天的雨没有下，如果那一天的你没留下，季龙啊。
家那个你呀，也能把生气的我融化。是记性差那个我呀，记得你蛋挞爱吃哪家。在人生的分岔，总有你牵挂。最近怎么没有来买早餐啦？我做给他吃了。谢谢。我觉得这一切好不真实哦。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我是真实的，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实的。现在想想撞车，感觉是上辈子的事情。人呢，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真希望自己不要再沉迷于感情，失去自我。其实你在我这里可以做一个大女人的，而且你本来不就是我姐姐吗？其实我在感情里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，我很自卑，你信吗？怎么可能？你看你又好看又聪明又善良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去世了，我妈一个人拉扯我。我小时候很瘦，因为没有父亲，所以经常被人家欺负。我妈就努力挣钱，给我更好的生活。她总是在事业和我之间选择放弃我。我又心疼她，我也很恨她。后来一次意外，我生病了，甚至让我一个人去英国读书。说是去治疗，其实就是让我避开我的过去。可是我是应激障碍症。我不了解自己的过去，怎么可能痊愈呢？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有喜欢的女孩，但是我每次发病的时候，人家都很害怕。然后为了不伤害我，就慢慢的疏远我。那金慧呢？金慧她是家人，正是因为她看到我很多不好的过去，所以我才更没有自信去保护她。所以令寻寻，不是你配不上我，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我以前从来都不相信爱一个人真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尘埃，但是我们相处时间太久了，你很依赖我，你真的分得清楚依赖和爱情吗？不要再怀疑了，不要再患得患失，我很确定。太逗了。我心情不好，我来找寻寻。离家出走还会带只熊啊？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抱着熊的。这也太颠覆我对他的认知了吧？他是金刚芭比吗？你们俩不要嘀嘀咕咕，我能听见。反正我不管，我赖上你们了，你们必须得救我。那今天晚上你就在这乖乖睡一觉，好吗？那我明天起来呢？起床之后，你就直接杀去慧一网家，在他家住着，跟那个什么公平竞争。你别乱出主意。我觉得成立在感情上比你聪明啊，我得听他的。周全，你怎么了？
最近找我都不先打电话的，我头还在疼呢。江湖救急，你还记得原来我帮的那个助理吗？记得呀。怎么了？他病情变严重了？那倒不是，这之前他手术的时候，我不是帮他筹钱来着吗？他妈妈呢就特别感谢我，就每天什么活鸡活鸭活甲鱼的就往我们家门口放，他天天都堵在我们家门口要给我做饭。给你做饭？啊。哎呦，那挺好的，我看他是想让你当他们家儿媳妇了。其实你都好，就是年纪大了点。你是不是想死啊？那我就想着我出来躲两天吧，我去哪儿也不方便，我就想请问你能不能让我去你们家躲两天？你不能住酒店吗？怎么了？你是怕我吃了你啊？不是，是，莫云还住在我家里。还住你家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们俩是同居了吗？不是，他现在有困难，我必须得帮助他。你看啊，大家呢都有困难，是不是？都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我觉得如果他能住呢，那我也能住啊。反正你们家又不是只有两间房，你说呢？你房间。这我，哎，他怎么从你房间出来啊？哦，她一个女生嘛，所以住在有淋浴设备、有卫生间的那个主卧比较方便。我不是女人，啊，我就要住这种小破房间。你这不是来得太突然吗？提前来不及准备。要不你就睡我次卧吧，我睡这间，反正我们都得共用洗漱间。欢迎新室友。嗯，哎，怎么样，住进去了吗？住倒是住进来了。哎，但是你看啊，你看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房间啊，这么小。你说我不是住进来找刺激吗？还有，我跟你说，那个莫媛媛搞得特别矜持，生怕回忆网占她一点便宜。现在显得我特别像是送上门的外卖。哎，你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会让周全显得特别上赶着。两个人在一起最容易产生感情了。你看你是怎么搞定我的？什么我搞定你啊？不都是你主动吗？你们俩快打住吧，说是给我出点子，现在搞得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这什么恋爱智商啊？这是听我的。嗯，现在那个莫云云住进了会议网家，我觉得首先你得跟他在同一起跑线，你得先住进去，然后再想办法把他给整走。这个叫做雀战纠巢。什么雀不雀？你中文是不是没学好啊？破逼。嗯，我现在发现了，我最大的失误呢，就是找两个猪队友。啊，就你们这点情商、智商，还给我出点子呢？我承认是我判断失误，是我的错，好吗？你们去甜蜜吧，谢谢。周全，我打算带云云出去吃饭，去吗？不去。对，别去，眼不见为净。去啊，干嘛不去？输人不输阵。输什么输？有你什么事儿？哎，你们俩别吵了。嗯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的营销策划方案。林寻寻做的不错。那咱们今天就正式决定，玉美玲彩妆线发布开始半年倒计时。就用令寻寻的方案，主打妈妈的味道。
谢谢你支持我。应该是我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谢我骗了你，谢我不会做饭，谢我死拧的性格吗？谢谢你让我对过去的事情释怀，从你身上看到很多女人的闪光点。女人本柔弱，为母则强，所以我现在已经能感受到妈妈的味道了。我现在能理解一点我妈为什么要卖掉玉美玲。难道是因为里面承载了很多不好的过去吗？不，恰恰相反。在商场上厮杀这么多年，我妈现在什么都有了。她在刻意地跟过去告别，想要忘记那个曾经柔软的自己。最好的方式就是跟玉美玲说再见。我觉得你妈妈挺不容易的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还能撑起整个公司，整个人生。虽然我挺害怕她的，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她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她。我对她很好啊。但是每一对母子都有不同的方式嘛，温柔体谅是一种，互相激发战斗力又是一种，我们属于后者，我能让他80岁还充满活力。妈妈的味道，这次还阻止他们吗？令行宪的主意，是的，是他的提案。聪明的姑娘，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困境，还貌似帮我们母子和解。那预算拨款给他们吧。好，谢啦。来，帮我寄到加利福尼亚去，地址你知道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啊。嚯，你这往国外寄口罩，创意够赞。这是普通的口罩吗？这是我亲手绘制的爱心口罩，仅此一件，限量款。你对她可真好，这个女儿好幸福呀。是个小姑娘，跟你想的可不一样。几个意思啊？家里有人呢，不知道吗？行，我给你们腾地方啊。程丽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才11点就困成这样啊？你行不行啊？我行不行？寻寻知道了就行。你说什么？挺好一孩子嘛，不是？怎么现在到处开车啊？什么孩子呢？我就不该叫你们俩出来啊！我在家呀，受那么多气，我跑到这儿来吃狗粮，我真是闲的。周全。我觉得感情上的事儿，你真的得好好想想了。我，你看，你跟慧王两个人就像是武林高手过招一样，彼此明明很喜欢对方，就是不愿意放下那个不安全感，好像谁主动就输了一样。对啊，就是啊。你看我，一直主动，诚意待人，这不逼得令萱萱跟我表白了吗？
什么意思啊，林萱萱？为什么这件事我不知道啊？不是我，有点丢人，我还是别说了吧，也没什么好炫耀的。再说了，在感情上我也不是一个好榜样。哎，我采访你一下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跟我表白的？就是跟你父亲扫墓的那天啊。原来你父亲是在你受伤的时候出事儿的，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肯定很难过，就特别想替他好好照顾你。哎，你这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是圣母心态，你这就比那绿茶好那么一点点儿。你就别损我了，不是我就觉得这个人说没就没了，留下了一堆问题，让身边所有人都改变命运。可是我不想这样，我就希望可以好好的活每一天，然后好好的对待我爱的人。哼，好了，从现在开始绝交一个星期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看不了你们这种男女在我面前秀恩爱，然后还给我喂狗粮。来来来，让开，周全，让开，让开，真受够！幸好有周全，不然我最难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。我希望他跟惠以往赶紧修成正果，我真的无法再直视他抱着熊来咱们家的样子了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哎。萱萱，周全抱着熊卖萌的样子，太违和了。是有点。圆圆在吗？借个卫生巾啊。云云，周全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我看到他身上全是伤。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这里吧。哎，等等，这个好可爱啊！你喜欢？嗯。嗯，啊，哦，都买了，嗯，谢谢啊，不客气，谢谢啊，这个也好看啊，你要这个是吗？嗯，看看这个，谢谢，你也买了，嗯，谢谢，谢谢，不客气。你随便看看哈，嗯，把这个飞机买给嘟嘟吧。好啊，哎，嘟嘟肯定会喜欢。嗯，谢谢。程总，你们两个原来是情侣关系啊？是的，她是我女朋友。程总，谢谢你之前给我一个工作机会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可能早就离开这里了，回老家结婚生孩子去了。谢谢自己的才华吧。这个城市有才华的人很多，但想要获得机会，先要想办法活下去。对了，之前那些画架还好用吗？我们顶楼的画架是尹小姐做的。对，之前程总来这里买画架，说是要送给朋友，我们就是在那天认识的。为了筹够路费，我把所有的画都拿出来卖了，但是到了12点都没卖出去多少，我就在路边嚎啕大哭。正巧遇到程总，他看了我的画，决定给我一个机会，谢谢。周全，你不用看我笑话，我现在过得很不好，我现在正在起诉离婚呢。那男人他伤害了你，但女人要学会保护自己，如果受到了伤害，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。谢谢你的假惺惺。我没有假惺惺，我就是想借个卫生巾。好，我给你拿去。
原来这些都是你精心设计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喜欢我了。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确定，但就情不自禁的想对你好。嗯，我还记得那次我问你，为什么不用我设计的做包装，你说因为公平。不怪我了。我现在理解你说的公平了，就是为了给每个即将熄灭的梦想一点光。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夜市，每个人在那里热气腾腾地活着，有中央美院的毕业生，有来自不同民族的手工艺者，他们的文化、学历、民族都不同，可都做着自己觉得最美的作品。所以追求美是没有门槛的。其实我们彩妆跟他们是一样的，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美丽一点点。我和我妈的区别就是我们都在做生意，可我希望自己首先做一个有感情的人，然后再去做有温度的生意。你是喜欢吃中式早餐啊，还是西式早餐啊？我妈说了算。你是谁啊？我是程立。我叫施展，小名嘟嘟，哥哥好。叫叔叔。哥哥。不能让他叫我哥哥，他要是叫我哥哥的话，我就得叫你阿姨，那咱们俩就差辈分了。你这不占我便宜吗？哥哥，表演好吗？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？
不能。